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好了，我开始直播了啊、哦。来，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盒刚拿到的1:144，还有点大，还有点大，哎，这个蛮大一盒的啊，1:144的。我们讲的，哎，我缩小一下啊，1:144的美字号，不是中字号、哦，中字号是 LST。那这个是 LSM Landing Ship Medium 啊 ，LSM， 在这个海军呢称为小美舰队啊，什么美字头的啊？抱歉，我不是海军的，不是没办法跟大家讲的非常更多细节的东西，但是这个是国军有使用的啊，这是可改国军版，但细节部分可能会有点不一样，但毕竟各国接收到这个装备之后呢。都会做一些微调，但基本上舰体舰身是差不多的。那这盒特别不一同的，它有加一个40炮、40防空炮在上面，波佛斯超炮炮塔。另外，就这一盒的封面呢，盒绘呢，大家跟大家分享的是盒绘上的这个船啊，然后它里面的坦克、军卡，哎都有，所以这一盒还蛮有趣的啊。然后这盒呢，在抱歉啊，这个栏杆啊，它的呈现是用有一条，它会附一条绳，附一捆绳子给你啊、哦，附一点绳子给你。那这盒呢，可以看出来零件数相当多啊、哦，你可以看得出来414个啊。那船身呢，大概45公分左右啊、哦，舰身长度45公分。哇哦，这盒里面居然有。这个好可怕啊、哦！这盒居然有400多个零件，算超过100多个，我觉得有点压力。200多个啊、哦，细的模型套件很正常，400多个啊、哦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说明书啊、哦，它里面呢一袋一袋的，蛮多的哈、哦。那我们先看说明书啊、哦，说明书啊、哦，彩色说明书来，看后面。来 ，zoom in 啊 ，zoom in， 抱歉，反光，我再调一下位置哈。好 ，zoom in 啊，大家不要那个反光啊，来，哦，做出来就像这样子啊、哦。这个图通常会让大家觉得有个全班的概念，我们讲的哈，1:144做出来45公分长，那船上的船里面吸载的军卡、战车都有啊。可改国军版啊，里面我看的图哦，国军的船好像就又更旧了啊，因为接收的年代有点远啊。好了 ，LSM 呢，我们就开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。那首先这个，我再借这个图跟大家讲一下，您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很复杂的这些。甲板上的结构，还有甲板上的这些凹凹凸凸的零件配件什么，哦、在说明书里面啊，画得很细，看得我很模糊，看得我很困扰哦，很细啊，相当细致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板件都有啊，买来记得板件要对一下啊。是的啊，我之前买了一盒，Rodan 的 C5M。打开看一看，好像对，越看越不对，哎，怎么少了翅膀？哎，啊、哦，这就是那个线啊、哦，那个 C5M 很漂亮啊，那个机翼不见了啊、哦，请公司补件，等了2个月，还在天空飞，来，啊、哦，这个所以到的时候看一下零件板不算是蛮多的 ，OK， 这舰身的部分连起来。船舱里面啊，就让我想起坐那个台花轮里面，哇，当然这比台花轮大多了。嗯，这种是运输舰，战车登陆舰，可以看这边，这个啊，这里来，啊，那这个可以开，所以粘的时候要小心。它的妹妹嘎嘎很多，小心哈、哦。然后
这里有没有？他说胶水不要放，因为它可以放，啊，可以放。然后这里啊，很细，东西超多的，嗯，你看，已经翻了好几页还没做完，那零件算很多，真的很多啊。以前我都用拍摄的，但是拍摄的呢，似乎好像没有那么的。的流线或是流畅，可能看图，大家看图就哦，原来哦这么细哦，嗯，这比较大家能够有种感觉。还没完呢，我才翻一半而已啊，可以看得出来很多，哎，很多，真的很多，1:144算是蛮细的哦，船做到1:144，嗯，很大，我就翻好几页了啊。那你看看这里啊，这个就是要拉这个栏杆线的位置。然后到后面这个，你看，这个要装好多好多小东西，嗯，然后这里还有，你看，哎呀，好多东西啊，这台做起来很精彩，更精彩在后头，以为讲完了没有？1:144的小战车、小军卡啊，轮型装甲车啊，都有1:144的，做完就都在里面，看起来很漂亮。两种涂装，一支美军的，一个是，我没有记错，这应该是 IKEA 啊，瑞典的，嗯，啊，错的话请纠正我，来不及去查，我看他写什么，哦，更正更正，抱歉，这是希腊啊，哦，希腊的啊，哦，这希腊的，哎，这希腊的，想起来了，哎，啊，哦，甲板是这样子啊，哦，东西其实很多，其实很多，哇，蛮丰富的一台。一艘不是一台，一艘船有好几台战车军卡。那板件呢很多啊，那我就不便去拆，但是我可以拿一盒给大家看，这个有附展示座啊，展示座，然后我板件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啊，不会很随便有渣渣啊，那这个东西小小的也都蛮清楚的。怎么看就是看这个阶梯有没有清楚，1:144若阶梯做不出来就有点不好了。哎呦呦，哎呦呦，好子弹，好恐怖哦，这么多，瞧，嗯，啊，船，坐船有不同的这个，嗯，的美感啊，我有好几条船要赶快做，也在做了啊，好。这里先放好，这里也放好，然后贴纸在这边，啊，贴纸是这个，啊，的船舰的号码贴纸呢，有特殊版，啊，不一样的，好，收好。那以上就是大家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Reveal 的 LSM， 那这一款是有40炮的，哦，40炮在这里，哎，好，收起来。哎呀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